两个亿。都有可能的嘛，碎料哈。互间的，这面倒是还可以哦。这个地方就色花了，这个种确实不错。需要的花吧，包头显了美女，这个就是说那种显加色了，已经化开了。东西倒是还可以，裂多呀。这个后间的料子基本上取小件的，不裂不翡翠吗？多少钱？12万。这个是显吗？已经化进去了。压灯的打不出绿色，你说这个地方化色有点可能。这个料子也是种好，不然我也不喜欢。后间翻走发水翻色嘛？10000嘛，我也没有开几千的这种东西，是不是？也是色料，是色料，但飘的呀，不可能是切开头满色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切开满色，十几万我肯定能给你。爆色了呢？如果是满。盲色是不可能的，石头没有切嘛，都是有可能的嘛。我跟你说，就是看这个显下面这个色，它能够进去多少。万一进去全是显了，没化开呢？如果进去了也不得了啊。那所以你也知道嘛？这个进去了500万、1000万，2亿，2亿都有可能的嘛。我都不要了2亿。主要是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那显感觉没化进去，里边化色了，就是这一包了。其实这一包不是那么好玩，最好玩的是在这一包洗界面，能洗就得赚，洗不了这个料子就废了。这一面没有色的种水，关键是这个顶多就是个冰。你要倒到玻璃种，那我抠那个种水的界面，它也值点钱，12000。这么多色呀、啊！天哪，能不能加一点嘛？你东西我给价格还给的算比较公道的，最低卖多少？卖价嘛，36000。这样我砍你1万，18000。36000这东西我开了我都卖不到36000。压缩感这么好的料子，就是种还可以，所以我才会买这个料子，懂吗？这样吧，最后一口价吧，2万，再加不上去了。还有没有？有，滴滴摸摸了。给你一个惊喜的，送给你。可以啊，让你开心一下。甜甜的绿，小料子还可以，开心。这个东西就这一包了不？送呢哦。行，谢谢，我给你拿钱。这个是3万。好。多给我石头，我就多给你钱，切两个嘛。OK， 这些到时候切了吧。这个还不切啊？这个过两天，这种料子你可以多多拿过来，我全部收掉。明天。